安内救先生，安救师长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有讲灵武神嘛，那今天讲圣剑士职业。那圣剑士职业的话，就是这一只，就那跟灵武神的 different、欸。其实我觉得两只都一样、欸。好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哦。翅膀，点点点，等我一下。我们今天讲奇宠系统好了。那奇宠系统它是分为两个，宠物跟坐骑。那坐骑还没开嘛，我们就先讲宠物系统。那宠物系统的话，就是有这些东西。我目前就是有这两只。对，那你们可以进行升级的动作。所以今天讲灵武神，那个剑士职业与这个，还有灵武神系统。可以干什么？人物背包系统技能成就设置。好，今天就是讲那个跟坐骑系统，这个 OK 吗？那这个你们可以用兔子来把它升级。